好，这里是月西，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制作高级床。不知原创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不知道的过来看看吧。就到这里见。我们找出沙发，看我这老花眼又犯了。我调整一下位置，下面请自行观看。一直按 X， 调到你想要的大小。然后调个颜色，我调个玻璃的吧。